我来了，大海退潮了，我又来赶海了。走，今天看看有什么收获。快看看看，发现了一个梭子蟹，还是活的梭子蟹，输了啊，输了。特别的鲜美，发现了一个好致命的，哎，来，我看一下是什么螺。哇，哇，这么大，哇，好漂亮。 原来是一个贝壳，太漂亮了啊！我们把这个海螺送给我点赞的朋友们啊，给我点赞的小伙伴，谢谢大家！快看看看，又发现了一个红头鱼，哇！看看它的翅膀，看看它的翅膀，他们说，听他们说，这个鱼能飞的，不知道是不是？看看它有两个大翅膀可以飞的，哇，好肥啊！我们把它收了啊，收了收了。 再看看看，发现了一个章鱼哥在卧沙的章鱼哥，哇，什么什么什么，跟我走吧，跟我走，哇，太漂亮了，变色的章鱼哥，走吧走吧，跟我回家，哇，远远的就看到一条漂亮的小鱼，有没有认识的老铁啊？认识的朋友小伙伴们告诉一下啊，这是什么鱼？哇，太漂亮了，我们把它收回去吧。